中单大嘴上路建模打野格温。哦，蜘蛛魔打野格温哦，带疾跑那个挂的。往前一几百青蛙的熟练度触发余震，我哟！我这两刀砍下来，下班跟上盘一样。对，吃药了。双斧砍一下，确实有点顶不住啊。但是两边这个兵线应该是能同时抢二的，左边也就一个兵了。但是抢完二以后一直在跑啊。寻宝猎人都带上了，开换开诺闪现接钩现杀，两分十二秒，甚至还要躲个 Q， 能换吗？墨子向死而生，加油 Q。能不能 A 到 Q 帮忙挡，能杀一只，能杀一只，还有闪，没闪了，没闪了，闪现追的，哦，闪现追了，边跑边 A 那个兵，然后抢完二以后继续的跑，三级来了，摆到勾到就死，下班，一技能命中了蜘蛛魔，散一个快刀剪乱，下路提款，菊花也是选择了一波，还有 Q 闪直接撞，没闪现的要硬杀，但是要被换了，能换能换。大嘴是被动换到了 ，W 已经用过了，要小心猪妹来了，关进去了，在等猪妹，在等他出来 ，Q 顶到打碎兵，一技能杀单体 Q， 应该是杀了，哎，能回了一口 ，Q 三毒剂又回了一口，操作了，哇哟，单体 Q 最后换掉了，但是毒剂这波还是很帅啊，操作，就一丝血一直挂在那儿，然后 Q 一下回一口 ，Q 一下回一口，猝死剑气再回一口，没逞没逞，哎呦。格力机枪扫一套，但有思虑残留，想反打，六级了，感觉无状态，好像要走，甩了个空大，但顶过来没问题。哎呦，在野区撞到了，想杀，但是被猪妹赶过来救到了。还想反这多野，可能要早打一顿。Q 还有五秒 ，Q 还有五秒，什么情况？死亡风，贪野怪。而且刚才谭笑间怎么下路被现杀了，看一下怎么情况，厄运钟摆逼出 EZ 的 E， 拉夫利还想继续的消耗，然后想用假身挡风没挡住，先杀一人 EZ 刮大招，被德莱文闪现躲掉，自己交闪，但是一个假动作往后面走的青蛙回头闪现再来个厄运钟摆，拿到双杀德莱文，我只能说是那个味儿。哎，上路无状态不是刚救了你吗？我摊了个石头人自己死了，然后无状态救了他，然后又被草丛中的剑魔埋伏到，但是这德莱文有点拦不住了呀，德莱文跟剑魔要出手了，又勾到了，但这次勾到的是真身定到了，好像走不太了了，一技能再摆回来跟伤害，墨子扛不住这三刀，再次完成 double Q。能感想到他在边勾的时候说：“来点我灯笼，然后一个 Q， 两个 Q， 哎，甩到了好兄弟，再接 Q。”又快进到墨子一个人在下路一 v 二环节，对，大招已经交掉了，线也没清，自己还补不了塔刀，哎，往哪一呢？这能一？下没事。你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但这场比赛从一级的换血就感觉有点落入下风了，从两边二级的时候犹豫了开始，哎，找蜘蛛魔，蜘蛛魔有疾跑闪现坐住没问题，无状态吃一个人头，冷血追命，后面还有张嘉文活体大炮开始喷，边喷边拉扯，就卡这个距离，再命中 A 一下就杀了，倒了，已经 God like 了。菊花，墨子赶过来发现，闪现预判攻，青蛙，我就知道，闪现预判 Q， 然后嘴里再说一个 Q， 两个 Q。德莱文的发育已经无人可挡了呀，七杠零。哎，又是这个位置，又是无状态跟蜘蛛魔，哎，又是主动出击，但是这次有帮手，有帮手，那人哎，惩戒 K 头，哎，德莱文怎么在这儿又收了一只尼克？哦，看看什么情况，同样的位置，上马的巴德是不是也在这儿？主要是上马的巴德也在这儿，确实。左下角实时画面什么情况？锤石又在赶对方走了，毒剂进场了，开启大面，先捅一刀所有风。哎，德莱文被关了，终结一千块。大哥站了出来，想杀毒剂好像也能杀。Q 二接一次刺死剑气，哇哟 ！Q 三再回一口血，又回一口，猪妹杀不掉了呀，自己还有可能被反杀。WQ 好像下班了，没事。主要现在有反甲，有一剑半的大哥，其实打人也挺痛的，尤其开大以后。哎，张嘉文被逮了，闪现 WQ 全空，然后自己再往回交闪现，一技能空了，闪也空了，怎么说？张嘉文还没死，
但上路的话，毒技被无状态抓死了，对，收掉了人头。裸出魔切确实没什么伤害，还是要配合那个。哎，先看这波又想找毒技麻烦，想一直找一个人的麻烦。伤害挺高的，有猪头那死了。你就说这俩人找了对方上野多少次？五个人也做得越来越好了。有时确实这样，你一直赢，就大家越想磨合；一直输的话，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。闪现哎，不是直接甩，甩到了有一个灯笼，捡到了，再接一勾，还有摆。拉回来，那 solo 风要被最后张嘉文收下。哎，还要往前追，预判勾了一个假身啊，没事，大龙可以逼一逼，感觉对方打野死了。但是铁男有闪有大，可以去关人吗？哎，闪现点了个张嘉文，那张嘉文应该是走了。丹尼克杀掉吃600块大米，但德莱文这会儿打大龙速度太快了呀，青蛙还在这卡着，能不能挤过去一勾？勾到了，可能要被秒。交闪现一丝血往后面拉开，剑魔还想进去的追击 W 秒掉了，触发大灭继续追墨子，墨子是没有闪的，交了个屏障，还是有点难走，再斩一人，而且直接无视铁男直追 Lovely， 又三杀了，铁男有没有四杀？黑了，说实话，这锅拿了四杀，中妹出来真有五杀。身为解说，我们要说。竞技体育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看张嘉文是不是给了个闪现，下波把他秒了，有机会吗？哎，谁来了？青蛙来了，在没有德莱文的情况下，我们有一个毒气剑魔切后排了，妮可大招都没放出来就已经被秒，而且猪妹好像打不动毒气，毒气一个人打三个人吗？真是一打三，在 Q 三往前四剑这戳一刀还能滑上去，甚至我觉得最后的五根针，哎，处理不了，下了个闪。现在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，活体大炮，哎呦，张嘉文这得理不饶人啊！但自己位置有点孤军深入了，哎，无状态往前 Q 没命中，还是能杀，太想打消耗了。哎，这车技也不错，开到上路来了。在对方高地横向漂移吗？但是上路没有兵线啊，能拆掉这个塔吗？还是能拆吧。嗯，炼金龙魂也不着急拿，还想找毒技麻烦，知道他没大没闪的，精准弹幕刮一下。惩戒减速了，要打碎冰，但必须自己打，没有近战陪他打，杀不掉被动消失了。下一个 W 甩不动了，甩到了碎冰打出来，但有星石回了一口血 ，Q 能命中 ，Q 在往前，哎呦，这伤害，无状态又飞行员了，打不过吧？要去找 EZ 有屏障，毒计他像个神一样，自己再回一刀，大灭好了 ，Q 一杀掉 EZ， 我的天，再回一口 ，Q 三再回一口，他为什么不掉血啊？大招快好了。solo 风能不能再冰一下 ？Q 二再杀一个 ，Q 三，我的天哪！毒计，千军万马无人能敌啊！在上路杀了个三进三出，他在下路坐着峡谷先锋的车，一路到上路的高地，一路被追，追到上路一塔的位置，又杀回到对方的高地。哇，当年那个无敌的毒计又回来了，七个人带领团队走向了胜利。当然，这场比赛。五个人的发挥都非常出色，我们要准备恭喜德莱联盟，他们要3-0带走月牙天冲，闯入下一轮，最后的水圈一个飞斧杀死了这场比赛，恭喜德莱联盟，恭喜德莱联盟。哎，他要追死我，我操，不是吧？你真死了，我操，完了。哇，毒计的货嘞，还在操作毒计 ，EZ 没闪 ，EZ 没闪。我操，我来救你了，毒计哥。哇，毒计一打四吗？我救手，我救手，我救手。加油！我去死！呀，来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nice， 牛逼！屌吧，熟练度高不高？牛逼！一打四，这不，哇，他要送五杀这么爽的吗？我操，好人啊他！别动别动，给我五杀！啊？接不上，真的，不是你是三杀，三杀接不上。哦，是三杀是吧？啊，接不上了。三杀。马路文，你抢我人头是吧？马路文。嫉妒我拿三杀是吧？他妈你三杀，你是五杀。
毒剂老师啊，听到吗？听到，听到。我们一会儿要采访您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您打开 POV 的，打开 POV 个麦。兄弟，我伤害为什么只有这么低？怎么打开麦啊？我伤害有多大？我伤害为什么没有大嘴高？为什么？你们看一下我的伤害好吗？为什么我的伤害没有大嘴高？